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真正的佛法是我们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的，必须用我们的意识、心灵去体验。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导向真正的佛法，而不是随地点不同而改变的表面形象。什么是金刚圣？金刚圣也称为密圣，以小乘佛教及一般大乘佛教的修行为基础，也属于大乘佛教的分支。金刚圣目前在许多国家普遍流传，日本真言宗的修行也以金刚圣为主。金刚圣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观想自身为本尊，而观环境为坛城或本尊的环境。利用这样的想象，金刚圣修行者转化他们平庸低劣的自我形象，使成为完全觉悟的佛陀。由此，试着在心事中培养佛陀高贵的情操。金刚圣修行者想象着对所有众生完全的慈悲，并领悟所有现象皆为空性的本质。以此代替凡夫总是封闭于自卑与没自信的感觉。这样做的作用，在心理上能给予能量，以及在修道上前进的能力，使修行者能确实发展这种情操。金刚圣包括转化死亡、宗因身、投胎为佛的身与心的方法。
还有培养定力、三摩地的特别禅修方法，以及把了知空性的维系心事表露出来的方法。这极维系的智慧心事，能快速且有力地净除心相续的染污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在具有资格的密宗上师指导下修行，而成为一个具格且训练有素的学生，则修金刚圣能在当生证悟成就。佛教的密宗并不是印度教的密宗，也不是在修习神通。有些人写关于金刚圣的书，但资料和诠释都不正确。因此，如果想学习这个宗派，应该阅读通达教理的人所写的书，或是跟随具格的上师得到教授。道的阶位，阿罗汉是指已永远断除心中无知、烦恼、负面情绪、生气、执着、嫉妒、傲慢等的众生。除此之外，他或他已净除了流转生死轮回的业。阿罗汉住在一种很极静的层次，称为涅槃或自在，超越了所有的不满足感受和困惑。
什么是菩提或觉悟？除了断除心中的无知、烦恼和染污行为，佛陀还断除了维系的小污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那是所有的染污都已净化，所有好的特质都已升起的一种境界。什么是菩萨？菩萨是指自然不间断地希望利益众生，而为了要真正的利益众生，所以要成佛的众生，借由这条修行之道，菩萨将会到达成佛的境地。菩萨根据觉悟的程度而有不同的层次位阶，有的尚未脱离轮回，有的则有。已脱离轮回的菩萨，由于他们想帮助众生的慈悲力量，会自愿继续在世间投生。佛陀也可以做到。经典中说过，菩萨发愿留住在生死轮回中，不求证悟，直到所有众生都从轮回中脱离。这表示菩萨对众生的慈悲是如此强烈，以致只要对众生有利，他们都很乐意牺牲自己的证悟而成全他人。菩萨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遭遇逆境，或发生任何不幸，但也有顺境的时候。
所以菩萨教化众生，当忍受一切内外顺逆苦乐等境。对所遭遇的种种障碍与成就，皆能安忍，不生烦恼。然而，菩萨也是很实际的，他们认识到若要有效益地帮助众生，菩萨必须自己先成佛。因为只有佛陀究竟的慈悲、智慧与方便善巧，才能够彻底利益众生。菩萨行法要，亲近名师，华严经云，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可见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莫能了。如禅宗恶主慧可大师之力学断臂，善财童子之五十三参，亲近善事两大原则：依法不依人，观德不观师。修行人要明心见性，开悟成佛，必须要完全依赖善知识的教导。依附良伴，朋友相处，守在志同道合，不应互相利用。在修行的逆境中，恶友的影响也是一种逆境。
虽然我们知道佛法的利益，也希望能好好修行。但是却因为受到恶友的影响而停止修法，并且从事有害自他的活动。这对修行是一种极大的危害，我们必须很仔细地审查自己，是否有受到恶友影响的倾向。佛告弥勒，复有三法离诸恶道及恶之事，速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云何为三？一者，成就大悲；二者，修习空法；三者，于一切法不生分别。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水陆法会被誉为法会之王，因为法会期间奉诵了百部以上的经典，包括《梁皇宝忏》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净土三经》《圆觉经》《药师经》《楞严经》等。仰仗经典功德及真言密咒的加持，水陆法会成就了非常殊胜的功德，能令广大法界的群生蒙受大利，上界的圣贤福慧功德增上，
下界的众生离苦得乐，享甘露饮食。水陆法会的起见，让大家以法相会，在精进用功中不断熏习法义而内证思维，无形中开启了内心的智慧宝藏，不仅身心安定，信念也愈发坚定，而法界的众生也借此圣缘听闻佛法，忏悔往昔恶业，从善如流，超脱现处苦境，得生善道，前往安乐国土，去入安稳之处。2024年，欢迎一同探索心灵的宝藏，循着水陆仪轨的精进地图，挖掘佛法无垠的秘密宝藏，并以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的菩萨行法，利益周遭或顽固的家亲眷属，进一步扩大心行，与法界众生结殊胜法缘。迎大众一同参与净土院水陆法会，为自身、为亲朋眷属、为法界众生，探索佛法殊胜的功德秘藏。今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，要带大家远离尘嚣。嘎嘎嘎，蚊子这么多，小心感染登革热。大家一起来清除滋生源，盆栽底盘、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刷洗干净，避免蚊卵附着。屋后沟、屋顶排水槽每周清理，不阻塞。菜园储水桶要加盖，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，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。预防登革热，清除滋生源，大家一起来 ，Action！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